哎，你好姐，是你叫代驾吗？对啊，上来吧。那姐，咱准备去哪儿啊？去前面足疗店按个脚。那你花那钱干啥呀？我就是祖传按脚的，我都摁五六年了。祖传按脚的？当然了。代驾还会按脚？给我整一个呗。我这今天道具啥我都没带呀，没有设备啊。道具？道具我有，你的，尽管上手就可以了。试试呢，哎，水温咋样啊？有点烫，劲儿行吗？行，我都害羞了。我头一次见这么厉害的代驾，哦，太得劲儿了。哎，你还会干点啥呀？我这个后背推拿其实挺不错的。啊，这样行。弟弟啊，你给姐当这个全职的这个按摩师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，姐？一个月给你开两万，钱不够多还是怎么？你尽管提。啊，不是姐，我感觉这样不是太好的了，他刚认识我这。行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。这个拿着。啊。这个就是一手表，戴着玩就行了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必须得收下，那个什么，帮姐呀，这个手法。